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ir。那目前盘内有极冻鸟，晚点日狮跟地亚会入盘，没有大图啊。加赛双四星，没有遇到。要继续对战吗？现在这边排队一次可以玩两场哎，有好有坏啊。人多真的一次就要等一两个小时啊。但好处是第一场没遇到，第二场可能有机会遇到，除非跟我一样非洲啦。就像现在两场都没遇到啊。没遇到，直接来看推球。把摇摆球向前推。哇！推到失球。怎么每次都在错的时间点推到啊？刚好还没有上牙珠，就把它投下来，开个图鉴。你刚录的。每一弹呢，都还是以全图鉴为目标啊。没卡，一个两点。结果跑出一星交换机会，跟他赌赌看喽。希望不要遇到诈骗大叔啊！交换机会。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一星换二星，还是遇不到诚实大叔啊！哦，还有气息。还是没遇到五星呢、啊。要继续对战吗？要玩哪？日狮入盘了。终于有大图了。附近的宝可梦听到呼喊了。难道是？当初阿万的日狮没抓到啊，后来也是用换的。派出起源奇拉蒂娜跟皮卡胡帕，对战开始。奇拉先攻，双重冲锋机会，成功了！双重冲锋，连打两杆。残血没收掉啊！轮到日狮反击啊！加二十，哇塞，超痛！不过胡帕锁血了。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。瞄准红色的数字，攻击
不怕补刀加二十。来看看日式的推球，把摇摆球向前推。哦，是高级球哎！超久没用高级球下卡了，一下高级球一下就爆啊！真的是高级的玻璃球哎！雷吉洛克呢就投下来抽奖，帮我订阅频道，影片按赞分享，在下方任意留言，我们抽一位，还有一场的机会。又给大图，直接来看日式的第二推了。把摇杆球向前推。哇塞，用手推的大师。连两场，今天两次哎，好扯哦。哇，成功捕获到日式哎，市场内推到两次大师球，有点厉害啊，两次推的点都一样。莫非我抓到这台推大师球的手感？每一台的推球呢都有点不太一样。不过如果固定打同一台呢，有时候可以大概抓到推某几个点会是什么球。不过大师球应该还是随机啦，精灵球跟超级球比较可以瞄。排着排着，蒂亚卢卡也入盘了。那是超级。暑假真的比较多人啊，到处都是大排长龙。是啊。蒂亚跟机动鸟都没有大小图，气息只遇到双三星，如果第二场再没遇到真的就很飞。好险有大图啊，排一次打两场的好处啊，至少有一场遇到。对啊，这样还不错，有人帮忙。这弹第一次遇到蒂亚卢卡、啊，野生的宝可梦出现了，去对战并捕获吧。派出固拉多跟胡帕。有库拉多，库拉多 W 招刚好都有克到，一波带走啊！蒂亚卢卡的第一推，把摇杆球向前推，推到超级难下的超级球，没有每天过年推大师啊！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可惜啊，还以为又要超级扯的超级球下卡，放生多多兵，继续排队喽。认识的保友呢，精灵球资历加大图，会不会开火车呢？对呀，
太厉害了！这位保有冠字呢，也加码赞助抽奖，赞助一张五星金卡闪电鸟。所以这次抽奖奖品有闪电鸟加雷吉洛克两张一起抽一位。哇，今天一直在看大师球哎。排着排着，费洛美郎也入盘了。哦，直接大图。极冻鸟最早入盘的，结果还在啊。救急艺术出现了。这段的费洛美郎呢，真的好多人喜欢呢、啊。费洛美郎攻击跟特攻都高，速度又快啊。派出洛奇亚跟胡帕，胡帕先攻，加二十，只打了四分之一血量。后面交给洛奇亚 W 招就可以了。看动画这么久。少用洛奇亚，搞定！来看看费洛美郎的推球，哇哇，前辈！好感动啊！结果两只救急异兽都不是救急球抓到的，是大师球。对啊，对啊，不是高级球。在前辈操作。是是是，下课下课。哦，你那里孙呢？今天的五星都是用大师球抓到的。这段的运气呢，似乎有好转一点。有个交换机会，有个交换机动鸟。刚好叫孙，刚好叫孙。可能跟昆虫比较有缘。想太多了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啾！拜拜。